走！站住！文宁，舅舅。宗主，宗主，属意，是是。大范山上江某便想问了，蓝二公子缘何放走鬼将军？怎么，无话可说了吗？韩光君一向话较少啊。又是你，一次是巧合，两次，怕不是巧合就能解释的。哼，巧合？什么巧合啊？啊！你又想抽我？哼！此殿早就证明了我没有被夺舍。江宗主这是不信自家仙妻了吗？我信与不信，轮不到你智慧。但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我今天就要查清楚。蓝忘机。你这是存心要和江某过不去。舅舅，莫玄宇现在好像是姑苏蓝氏的上宾。上宾？荒唐！如今什么样的都能成为上宾了？哼，玄门正道，你最好不要落到我手里。舅舅，那鬼将军……闭嘴！说了多少次叶烈不要单独行动，我是管不了你了。惨了惨了，被这江宗主盯上，几条命都不够他抽的。你与我同行，他不会为难你的。